我的好朋友哪吒被他老爹绑架了，哪吒不写完一万平米的作业就会永远被锁在玲珑宝塔，想让哪吒跟你们出去玩就过我夺命难关。好痛，言论早有问题，老鳖朝前面喷水，这是透明的墙，墙体有通有短，这一级迷宫碰到墙还会受伤，看不到墙，那就让你的墙不再透明。临时降临，风起云涌。老鳖，快躲雨，这样就能让沙子粘在墙上。不过如此，下一个。这么会合作，那我就让你们互相攻击。影子会攻击对方本体，是不是要打败影子？风雪风刃，好疼！不行，攻击影子，本体也会受伤。这一关千百年来还从未有人能破开，哪吒只能学习，不能被打扰。就让影子消失。三足金乌，九子闪耀，敖丙，走在中间别动。愚蠢，这影子不是更多了吗？难道影子怎么越来越淡了？利用现代手术里物影灯的原理，从不同方向射出光源，阴影就会被照亮，从而实现无影的效果，跟人类智慧斗也难着。最后一关你不可能通过。你很聪明，也很强，但世界上没有人能打败自己。风势力都要变，这复制体出了能力，还有跟我一样的思想。我即是你，你即是我，放弃吧，我偏不。小牛一波，老爹疼吗？九尾狐压他。笨蛋，你人类之体越努力越耗费法力，而我是法术体，永远保持最初的状态，你输定了，是吗？小人，小人，青泥。是的，是刚进入塔里的我，但我会在经验和练习中不断进步。我刚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锻炼召唤能力。